恭喜大家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提供第一轮的信息，来帮助你们找到谁是猫。现在请大家任意派出四位成员，我们会公开其中两名不是猫的成员对应的动物。派四个人，那我们选四个，不用，你就选四个好看的人。我 baby 引擎，我们炸。好，选四个好看的人。我沙溢，于洋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郑恺，我们选了四个好看的，好不好？四个好看的，确定了啊？不是，确定了。这边风景跟这边特别不一样。颜值都不够，你们真的是颜值、身材、发量都不够。比不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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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不过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第一个成员的身份。我们先来公布的成员是沙哥，他早上选到的动物是鸡。沙是鸡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公布的是凯哥，他早上挑到的动物是羊。啊，凯在这儿，个羊。啊，所以不想受惩罚就努力找出谁是猫。我觉得猫就现在招了吧，就不要。猫自己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没人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继续跟我们制作组来对决。这不是凯琳电动车吗？我骑着它溜两圈。哎，骑车之前啊，一定要戴好安全帽。电动车跑得远是关键，认准国家节能标识，台铃就有。台铃超能版，一次充电双倍里程，有台铃跑得远。这个全都是大型道具，别，你期待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小熊，这蜡烛，哎，这什么裤子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条裤子腿好长啊！我不配穿它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对决制作组的第二项任务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会再次公布两名不是猫的成员，来帮助你们尽快找到猫。好，好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一位成员在开合台上坚持，其他八位成员在其掉落前完成。什么？什么？好。爱奇艺。